天气转凉，但电视荧屏上依旧热闹非凡。很快，一部热血都市英雄传奇电视剧就要跟观众朋友们见面喽。9月11日，《陈红年代》在上海举办了隆重的开播发布会，主演陈伟霆、马思纯、刘奕君、陈瑶、叶祖新、何明翰亲临现场，为这部即将于9月17日登陆东方卫视的新剧卖力吆喝。从海报上，我们也不难看出，陈伟霆首次以长发蓄胡不修边幅的形象示人，彻底颠覆了以往留给观众帅气霸道的荧屏形象。之前没有留过胡子，要蓄须啊，长头发也没有试过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戏就主要不是在外形上面有什么突破，主要是那种精神，之前的戏可能是也是故事性或者偶像一点的，但是这一次我们大家都是传播一个精神，就是说坏人的猖狂就是好人的沉默，这句话其实一直从第一集到最后一集我们都是体现这个精神出来。陈伟霆成功演绎了这样一位平民英雄，而马思纯饰演的警花胡蓉则是一名敢爱敢当、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的优秀女性。而且马爸爸还是警察出身，想说马思纯一定从爸爸那儿学到不少吧。因为我自己的父亲就是警察，所以我爸爸可能就是他的梦想就是有一天我可以演警察吧。这是一个我完成了一个他的梦想。那你从小的一个耳濡目染，在你印象当中警察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？反正晚上基本没看我爸回家的，就是他老是要去，就是半夜去蹲守一些地方，然后去抓坏人啊什么的。也许他出去玩了，我也不知道。所以拍这部戏的时候，你完全不用体验生活。没有，但我爸跟我说了很多规矩，比如说搜身怎么搜，包括就反正警察的很多规矩和细节以前都不知道，但是在这部戏里面我都问了我爸，然后他也教会了不少，谢谢爸爸。马思纯有了爸爸的提点，这警花肯定十分有说服力。而陈伟霆则是自己狂做功课，为不同时期的刘子光设计了不同的站姿、坐姿、走路方式等，可惜却被马思纯吐槽像大猩猩一样僵硬的走路姿势。他是一个好人。好人啊，好人，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人。这好像不是。还有吗？特别特别好的人。他是让我很惊喜的一个男演员。惊喜的人啊，知道吗？不是，他是让我一个惊喜的男演员，他的很多场戏的处理让我很惊艳，因为很多场戏我们都是即兴发挥的，但是我们俩我觉得默契度非常高，不需要去说太多，可能我们就能知道该怎么继续下去。有默契。对，然后其次我觉得他特别特别的敬业，他为了这个角色，他从身形走路，包括他的一些姿态，他全都在改变。就是刘子光和陈伟霆，他希望大家是看到不一样的，就是区别于之前的那个陈伟霆。记住的是刘子光，而并不是他。对，我老说他，我说你为什么走路像大猩猩似的，他老这样走。真的吗？然后后来对他老架着走，然后后来我才知道他其实是为了这个角色设计的。为什么会有大猩猩的这个场面出现呢？是因为前段我们就拍了一场很大长的一场打戏，是我一打几十人的一场戏，然后我就一直在想，就是刘子光一个状态是怎么打的呢？首先他失踪那半年，他不是去学怎么打或者是怎么样，他是被折磨的，然后但他本来就没有，本来刘子光这个平民就不是比人家聪明或者是有什么超能力，也没有。我觉得刘子光是这样的，因为他骨头硬，他骨头硬，他经常被打，所以他这所有开始的形体的动作都是好硬的那一种。小说演员们为了塑造好角色都很拼呢，而陈瑶此次也是大胆突破自己的安静个性，扮演了一个非常张扬且有点奇葩的青年女企业家李纨，也是挑战满满，还挺大的。因为说实在的，这个人物跟我一点也不像。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还挺安静的人，然后这个女孩她是一个非常的大胆，非常张扬，也是一个特别奇葩的一个女孩。因为
就是你能想象一个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坐在很高的楼顶上面，一个人坐在那个独木桥上喝酒，其实他就是因为心情不好，并不是想自杀的这样一个状态。我觉得让我觉得还挺奇葩的。演员们如此敬业的付出，这部新剧必须要追起来。上海报道。更多精彩请下载中国蓝 TV。